就是有点酸。好，要洗几杯？1.5，洗一杯半。对，一杯半。好。哎，冰箱里面还有饭吗？冰箱很像没有，上次最后是炒饭那个硬硬那个。哦，那就一杯半就好了。一杯半好。这个怎么开？怎么开？哦。洗到水很白就不用，不用洗两次就可以了，两次撸就好了。要按粉红丝吗？我看一下。对。好，煮一个洋葱炒蛋好了。洋葱炒蛋。对啊。今天煮的鸡肉是跟梅子酱一起煮的。鸡肉跟梅子酱。嗯，跟梅子酱一起煮。好。是，可是因为没有辣椒，不然会比较好吃。如果稍微有一点点辣的话，会比较好吃。可是冷冻有辣椒哎。哈。冷冻有辣椒。冷冻会有辣椒吗？嗯。啊好啊。可是阿公不行吃辣不是吗？就不要用太多了，稍微用一点点。嗯。那是什么粉？就是砂糖。砂糖哦，砂糖。
个菜，两个菜。嗯。然后鸡肉。鸡肉。汤。汤。好。好。就等饭。等饭好。好。慢慢做。很好吃，阿公可能会觉得太辣。对，可是有一辣。对啊，放砂糖就好了。所以是酸酸、甜甜、辣辣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就把它煮到有一点收干。跟上次一样，那个汤不要那么多这样子。那这个汤可以多一点。这个这个汤可以多一点。对，那等一下还会加酱油。酱油好。就是它会有一点酸酸甜甜的这样子，嗯、所以还是需要酱油，因为酱油会甜。OK。阿公一定会觉得太辣。放太多辣椒了。你会觉得太辣。yeah.因为那个是辣椒，是很辣的。可是我觉得，我以为它不会辣，因为它是。不是那个是很辣，那个是我上次来这里待的。哦，是你、欸、你买的哦。对啊。我以为是我们家之前放的嘞，我想说那应该不会辣。那个不会辣，如果那个是我，因为我都太慢多了，然后都我晚上都摸辣椒用那个吃。你小心。那个是什么？酱油。酱啊，不一样的酱油。对，不一样的酱油。就是
有点酸酸，有一点咸咸，有点甜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对，如果刚才是带辣的阿公啊，我们可以。然后葱放进来以后啊，再让它烧一下，因为葱会有葱的香味啊，所以都中都放这样子，是再弄一下这样子，对，不要马上，不要马上，就跟煮汤一样啊，那个葱的味道会，葱的味道才会到酱汁里面。对对对对，葱的味道。那你如果放了，马上就弄起来，葱就没有那么。那如果这时候你要它好看一点，就再放一点点。对对对对，比较有力这样。对，就比较有精神。对，我之后要再去买一个新的锅子。可是我看这个也是还蛮好用的。对啊，这个锅子蛮好的。那平底锅吗？不是。不算，但它算是不粘锅了。这个是跟箱子一样哦。对，炒一炒。然后这次我在炒的时候啊，我会加一点点糖。糖。对，但不要加水哦，就是让它有一点焦糖，焦糖这样子。这样是跟箱子也不太一样哦，上次上次没有加糖，上次是加水，就不要加太多一点点就好，因为洋葱本来就会甜的。然后就直接这样子。Selamat datang teman-teman, ini untuk kakek. Kakek nonton TV. Aku makannya nanti aja nunggu majikan pergi kerja biar bisa pakai tangan terus nyambel.